就算我肥，你也把我拍漂亮一点，好不好？有了它，我就不怕啦。像我从美国到现在，我的压力大到一块要爆炸，因为有一些养生食品是可以让我的心情各方面还有体态都有帮助，所以我现在算是控制得很好。我妈妈的事情啦，我儿子的事情那是之前嘛，他压力当然会有压力肥。我真的觉得好无聊哦，就算我肥，你也把我拍漂亮一点，好不好？反正我有我的命令武器，我也没在怕的。这个青井硕，这就是我的秘密武器。因为灵芝是来自于日本，而且它日本用灵芝萃取出来的 GYC 多糖体，吃了可以让你排便顺畅，肥胖菌变少，瘦菌变多，瘦菌呢变多之后在我们体内赶走胖菌，所以这个赞，青井硕林英的最爱，一定要相信我，给自己一个机会，让自己有窈窕的身材，我们一起加油，它真的很赞哦。